里面呀，来哪个啊？列吧，列不列？来个面包。这，你 ，sock， sock， 鸭不来？呀，有苹果的。这是一个这个自助餐，这是我点的啊，蛋糕，这算一个食堂，算一个食堂，简单的是吃的，这个是肉饼啊，我可以看一下，肉饼的价格大概是900。肉饼930，930合人民币几块钱，4-5块钱。这是鱼啊，我不来个鱼，鱼是3700，大概是10块钱吧，一份鱼。这是牛肉，这是鸡肉啊，这鸡肉920。每次来哈萨克，我肯定要吃鸡肉吧。他这边鸡吧，和别的地方做的不一样，这个特别入味儿啊。这我他妈不服不行，人家做这个鸡，跟咱们国内那个鸡吧做的不一味儿，但是人家做的特别入味儿。我以前在钢铁厂那食堂里边吃那个鸡肉，感觉是世界上最好吃。来一个鸡啊，库里，库里斯对。Bluff， 耶！再来个手抓饭啊 ，Bluff 耶！来鸡，来一份 Bluff， 来个鸡够了。这边是红菜汤，一会儿来一个。炸的馅饼，它这个馅饼是猪肉的啊，比利亚什370啊。370和几块钱，1.5块一个，人民币1.5块。一会儿来个红菜汤啊！先拿微波炉得热。哎呀妈，不钱。这是鸡肠啊，今天拿回来这是20000吧，烫了找一下。这个土豆还可以，鸡还有土豆，这个 blouf 也行，他这边做手抓饭可以。哎，零钱，我刚才找给我的钱啊，一共是15500，15500，那么也就是20000，找了我10000。
操你妈的，折腾一晚上了，这他妈没完了。这他妈奇了怪了，这他妈已经一晚上了，还没完事儿吗？这他妈几个人吃？哈萨克这么猛吗？哎呦我操！